新校期五年走三支青，进行世界巡回三十场演唱会的起跑仪式。新校期开始，站起来跑啊！桃子，你这样很不厚道呢。人家辛晓琪日前在跨年晚会前摔倒，导致膝盖髌骨骨折，五日坐着轮椅忍痛出席发片记者会。一关我眼睛就卡了，太痛。除了脚痛，这五年来辛晓琪心也很痛。我父母亲走了，然后大哥走了，这三个至亲走了，其实对我来讲冲击很大。这中间我还有一些朋友，或者是我的大学足球老师也走了。娱乐动新闻，希望这一摔啊，可以把2017年所有的不好的都摔掉了。报道。